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金刚会上诸菩萨，顶礼大义师鸠摩罗什法师。把讲经听法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有情，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金刚经在中国流传到现在的大约有6亿本，我们现在学习选用了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被称为四大译经师之首，而且在佛教的传说中有七佛之师的美誉。每一位佛出世，他都来帮忙译经，令大乘经典广为流布。关于鸠摩罗什大师的传说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自己在网上浏览，我们在此不多介绍。金刚经呢，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大家都知道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矿物质之一，它可以摧毁切割其他很坚硬的物体而自己不受损坏。暂时来比喻金刚经中的智慧，可以摧毁一切烦恼不正见。另外呢，唐代大义师玄奘法师的译本把金刚经的全名译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说这个智慧比金刚还厉害，能断金刚。那么是什么智慧呢？即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是梵文的音译，即译经师无法在中国的汉文词汇中找到恰当的用词，可以完全涵盖梵文表达的意思，便直接按它的发音记录下来。现在佛教界大概将般若波罗蜜理解为从生死轮回的此岸到解脱彼岸的智慧，有时略称般若智慧。这种智慧呢，专指佛菩萨的智慧，它不仅是一种对宇宙最高真理的领悟，而且是一种从轮回中解脱的能力。所以大家不要将这种智慧与世俗的聪明才智相混淆。经的意思就是佛说的道理记录下来就称为经。所以金刚经全名的意思可理解为有一种智慧像金刚一样无解不摧，可以令人从生死轮回的此岸到达解脱的彼岸。我们下面学习的金刚经呢，全文划分为32品。按历史记载呢，鸠摩罗什大师最初的译本并未划分章节，这个分法是梁武帝时期的张明太子划分的。因为这个划分还有一点点争议，有人认为呢，金刚经佛在说法时一气呵成，不应该分章节段落。有的人认为分开章节更容易记忆学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认为，不管是否划分段落，对真正了解佛说法本意的人都不会是问题。下面我们来闻听第一品。